理你们那些垃圾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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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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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见闹钟唱歌，忙碌一天来了。小编又来推荐周深好听的音乐了。在推荐这首歌之前，小编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今天您的心情好吗？有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是好莱坞的电影，每天伴随的是跌宕起伏的剧情，还有很多人生活如一潭死水，不上不下，波澜不惊。还有一部分人生活的烦恼呢，总是来个不停，疲于应对。您属于哪一种呢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焦虑，也会伴随着偶尔的小烦恼。如果不能尽快的克服和排解，真的很影响我们的工作状态和每天的心情。周深有一首歌正好发行四周年，那就是《垃圾别烦我》这首歌了。随便着，随便翻朋友圈，就把手心周边，二十天里烦恼情绪想做，到底要怎么去摆脱？生活持续的下课，快迎接改变的时刻。这样说，凡是在开始就听过周深这首音乐的生迷，都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资深的粉丝了。垃圾别烦我是周深为腾讯手机管家演唱的一首主题曲，发行了四周年。腾讯手机管家、360安全卫士这些清理软件大家都相对不那么陌生了。有时候电脑运行太慢，适当的清理一下，轻装上阵，经过清理立马会好用很多，这不就是像我们的生活吗？在人生中，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牵绊和牵挂，又有很多人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而周深这首歌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，删掉过期的承诺，摆脱各种情绪负荷，没用的一键清理，不要将时间蹉跎。小编总结了八个字，那就是懂得取舍，难得糊涂。在周深演唱过的所有歌曲中，《垃圾别烦我》称得上是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了。中版 R&B 的形式，轻快的旋律，生活化气息浓厚的歌词，再加上周深极富个性特色的嗓音，周深用歌声敲开心门，打开了很多人迷茫的心结，用声音撑起了一片心灵的栖息地。心中喜欢的一个人，无论用多少华丽的词藻，总是觉得一切言语都是苍白的。喜欢周深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歌手，更在于他对舞台、对音乐的热爱，对生活的尊重态度。现在周深可以说是全面发展，不仅是在音乐上，还有综艺节目上。因此对很多生迷们来说，生活也因为有无处不在的深深而充满着无限欢乐，或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。烦恼情绪像枷锁，到底要怎么摆脱？四年前周深这首歌给出答案，强烈推荐垃圾别烦我这首歌。各种情绪负荷，好心情心好满格，全世界变得清澈，垃圾